不想背着一个20万的黑锅。当时珊珊出差还没有几天，然后他妈妈就把我约出来，他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，然后就可以拿走20万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选择离开，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。他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你又拿了那20万吗？没有，我一毛钱都没拿过。刚才王林川说的是事实吗？他是不是跟你嘴里面所说的拿了那20万？他拿了没拿？你说事实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说是不是事实？我是为我的女儿做的。你先说，他说的是不是事实？他说的是事实。我是让他离开我的女儿，我不想让他跟我的女儿站在一起了，我不喜欢他们俩在一起。你不喜欢他们在一起，你没有资格拿钱去羞辱他，也没有资格在这儿指责他是个坏男人。是你让他和女儿分的手，他可以谈女朋友。